面前这样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好吧，我们最后再唱这首歌是一个宣布啊，宣告。你是我的主，你我走真一路，高山或低谷，都是你在保护。万人中唯独你爱我，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应许，这一生都是祝福。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，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，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盼望之路，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感谢主，来到这个令人兴奋又期待的一刻啊，接下来我们是有我们的洗礼很快要进行啊。我们当中有一些朋友啊，组内的或者是家人来看我们今天要受洗的这五位，感谢主有五位今天要受洗的，有Larry Rosie， 还有 Danny 他们一家人，还有小贤，还有顺泰，感谢主是超过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期望或者所想象的，我们很乐意这变成一个像家的感受，所以呢，等一下有希望你们如果有些祝福的话啊，或者有些感言啊，也可以很简短的告诉他们啊，让他们听见。这等于是他们人生很重要的一刻。到底洗礼是怎么样的一个意义呢？有人以为洗礼是得救啊，第一个是说明洗礼不是得救。你是已经得救了，信主，相信耶稣基督得救了而受洗啊，这是很重要的一点。这样讲到罗马书第十章那里讲的说，我们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耶稣基督，耶稣是主，就必得救。所以我们很重要的关键是我们要清楚明白，我们自己接受耶稣是耶稣基督的人，然后我们相信接受，然后我们受洗成为主家中的一人。那洗礼对于我们整个人代表了一个什么样的意义？第一个，你顺服主耶稣基督的吩咐。主耶稣在他离世升天以前，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讲说，看啊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赐给我，所以你要去十万里做耶稣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洗。所以我们等一下就是按照耶稣的吩咐，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。然后耶稣他应许说，就必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所以我们现在正在进行耶稣所说的马太福音二十八。所以第一个，我们是遵行耶稣的吩咐。那很重要，我们受洗呢，是代表与耶稣基督的认同，与他同死同复活。所以这不单单是认知身体实际的经验，而且在灵界所有的权势面前，我们清楚表达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。所以你会看到在他们生命中会有很大的转变，因为你是在外面看就很清楚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身在其中的人有时候会感觉到，会发现，可能在旁边观察的人会更清楚。所以请大家拭目以待，这五位今天开始受洗以后，在他们生命中有什么转变，你看到了不要忘记写下来，因为这个就是很奇妙恩典的故事。那在他们下水之前，很重要的一点，这也是很有趣的，在进水以前什么都不能带，手机、手表、所有或过电你都不能带，这是很有寓意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我们
更可爱的小朋友们全部预备到场，太好了。所以我刚解释这意义，他们可能会问为什么要受洗啊？所以我刚刚讲给在座的做父母的，回去有机会不要忘了跟他们解释一下啊。我刚刚讲了两部分，第一个是什么？为什么要受洗？啊？是因为耶稣吩咐我们，对不对？所以要为他们施洗。那第二个呢？受洗是让我们与耶稣基督完全的认同，与他同死同复活，使我们过去旧有的习性、过有的样式与他一同死去，从水里起来与他一同复活，新生的样式。所以感谢主。然后呢，受洗也是代表我们真正成为神家中的一员，这也是我们受洗的一个意义。我们这快要受洗的这五位，我看了两位到场，还有三位还没有到场。所以呢，我们有一首美好的诗歌，要从这首诗歌开始。新造的你，是不是？新造的人。哦，对对，新造的人。感谢主，因为我后面没有眼睛，所以 OK。这首歌多少年了？很多年以前，所以呢，老歌新唱，所以唱出它真意，就是我们因为是新造的人，好啊，所以我们走过这一次。身上没有手表，没有手机，没有任何其他，不能下水。OK， 可以下水，我当然欢迎。那你就是有一个全新的开始，新的手机，新的手表。只要你的配偶愿意送给你新的礼物，我们很欢迎。OK， 所以现在预备好了，有五位。那我们第一个就是这五位呢，稍微讲一下他的名字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是为他们有一些欢呼了。然后我们就预备他们要下水。OK， 第一位是汪小贤。好，请坐。我说我们要像家里一样，对不对？我们要七，就像每个 Seahawk 那个要进场球员一样。对对对对对。然后第二位是Rosie。我要特别鼓励他，因为他很怕水 ，OK， 所以绝对不要担心哈、哦。我们有最强健的两位，感谢主。第三位是 Larry， 第四位是 Danny。第五位，
也是大家等了最久的那一位顺泰。没有，那我等最久，只是说有人等他很久。其实我们当等最久了，还有其他人啊。我们这是为了让他很快乐一下。那我们的这个quarterback 到场了没？那个达德 ，OK， 哦嘿，达德。都到场了 ，OK。所以 ，ready 了吗？你的手表，没关系，我的手表是防水的，所以 ，OK。手机呢？手机已经不见了。好，那我们第一个很感谢神，昨天有四位超棒的帮忙组合这个洗礼池，所以等一下我们要受洗洗礼的过程中，如果小朋友们有想要看是怎么回事，他们可以，可以在他们可以看到的地方，好像看得见，这边都看得见，对，所以他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，所以不要忘了父母回去跟孩子们解释一下，我们是在干嘛啊、哦？我们不是把一个人想要进到水里面，他们觉得很紧张，所以这是很有趣，这像是清洗干净的一个过程，好。等一下哈，每一个受洗的人起来哈，我们要一起唱这个副歌，好看啊看啊，好，那我们一起唱，我们一起我们一起给他们祝福 ，OK？ 好，我们让他试验一下，试验一下，对呀、啊，看看你们是不是很成功，就我们试验一下。小贤，他预备来受洗。你承认耶稣基督是你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吗？你也愿意跟随他一生之久，你愿意吗？既然你如此承认，也愿意跟随耶稣基督，所以我现在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为你施洗。
位姊妹可以陪她一起下水哈，对啊，有位妈妈需要陪她一起下水。是的，主要的原因是她曾经有被水淹过。OK， 小贤陪。因为我已经湿了。对对对，小贤陪她，因为我们是家人，所以她曾经被水淹过，走过濒临死的地区。OK， 是，那哈，对呀 ，OK， 对呀，对，首先先进来，没有关系，呀，嗯哼，没有问题，好 ，OK， 是，没问题。是，好，好，若是以前我在灵界教会弟兄姊妹们和众人的面前问你，你承认耶稣基督是你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吗？你相信耶稣基督他会拯救你，从一切的罪恶中拯救你出来吗？是。你也愿意跟随耶稣基督一生之久吗？你愿意吗？既然你在众人面前和所有灵界面前做这样的承认和宣告，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。是。蹲下去，Thank you.